和赛科技革命性的自动驾驶感知。在快速发展的自动驾驶领域，和赛科技作为领先的创新者脱颖而出，率先开发了高性能激光雷达光探测和测距解决方案。 HASAI 成立于2014年，一直致力于突破感知技术的界限，使自动驾驶汽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赛的激光雷达技术是他们成功的核心。激光雷达传感器发射脉冲激光束，测量反射光返回所需的时间，生成周围环境的精确 3D 点云。和赛的激光雷达系统利用先进的光学、高速扫描机制和复杂的算法，在距离、分辨率和精度方面提供卓越的性能。和赛的产品组合包括各种激光雷达传感器，每种传感器都针对自动驾驶领域的特定应用量身定制。 Pandora 系列， Pandora 系列代表和赛的旗舰 LiDAR 产品，为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场景提供远程检测能力和高点密度。 XT 系列， XT 系列专为城市自动驾驶而设计，在复杂环境中提供出色的进场性能和强大的障碍物检测。 AT 系列，和赛的 AT 系列激光雷达传感器针对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进行了优化，在生产车辆中实现了增强的安全功能。和赛对创新的承诺带来了几项突破性的技术进步。基于 MEMS 的激光雷达，和赛基于微机电系统 MEMS 的激光雷达技术，利用微小的镜子来引导激光束，实现高分辨率扫描，而不需要笨重的机械部件。固态激光雷达，和赛的固态激光雷达传感器消除了旋转部件的使用，提高了可靠性、耐用性和成本效益。多通道激光雷达，和赛的多通道激光探测系统采用多束激光束同时扫描不同的感兴趣区域，增强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整体感知能力。和赛的激光雷达解决方案在推进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发和部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产品被世界各地领先的汽车制造商、技术公司和研究机构广泛采用。和赛的激光雷达技术有助于增强安全性，激光雷达提供周围环境的实时高分辨率数据，使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并对潜在危险做出快速反应。改进的导航，激光雷达数据对于精确定位和测绘至关重要，使自动驾驶汽车能够自信地在复杂的道路网络和环境中导航。高级驾驶辅助，和赛的激光雷达传感器为 ADAS 系统提供了增强的功能，如自动紧急制动、车道偏离警告和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实力获得了全球认可，并与行业领导者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与奥迪、丰田和大众等知名汽车制造商合作，将其激光雷达技术集成到生产车辆中。此外，和赛还与百度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创新，加快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发展。